不行，裴班长，我不能作弊。这怎么能是作弊？在战场上，时有已经阵亡战友的弹药和军需物资，这是应该的。拿着，拿着。是。连长，那如果我们成功了，能不能请您在全连战士面前穿一次裙子呀？ 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干不掉，我就让你穿上裙子，当着全连战士的面跑个5公里。好一言为定。不能赌，看来咱们只好活下去了。对，我们一定要活下去。走。